大家好，我是宝气之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友情提示，所有的演示代码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各位看官请伸出您发财的手指，点击下载链接并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点赞转发评论。都说学海无涯苦作舟，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学习的难度呢也真的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针对这个情况，我特别研究出这一套甜过初恋的风格，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将这学习的苦海转化成甜蜜的波涛。我也照例特别请来了咱家倾国倾城的四大美女，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度过这段甜蜜美好的学习时光。如果你们想要认识这几位妹妹，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把你们想对他说的话都表达出来，我都会一一的转达并回复他的口信给您。那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呢是存储数据啊，存储数据。其实我们就是很多的程序都要求就是在用户输入某种信息，比如说让用户来存储游戏里面的一些首选项，或者是需要用户来提供一些可视化的数据。那不管程序的数据它有或者是不管程序的功能它有多么的复杂，就有一点就是几乎所有程序都会把用户提供的信息存储在列表和字典这样的一些数据结构里。那其中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来使用那个模块 JSON 来存储数据。模块 JSON 它是让你能够将简单的 Python 的数据结构转而存储到文件当中，并且呢在程序再次运行的时候再来加载这些文件里面的数据。你可以使用 JSON 在 Python 程序之间分享数据啊，非常的方便，它兼容性很强。那更重要的是呢， JSON 数据它的格式并不仅仅只是给 Python 专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以 JSON 的那种格式存储的数据与使用其他编程语言的人来分享。那讲了那么多 JSON， 我们来了解了解就什么是 JSON， 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它 JSON 的全称是这个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其实也就是 JavaScript 的一个对象的标记法，它是一种就是叫做轻量级的基于文本的可读的一种格式。它的名称里面虽然是有 JavaScript， 但是它的语法规则，这个设置它的语法规则是参考 JavaScript 对象的，而不是说它只能用于JavaScript 这个语言。那 JSON 它其实不论是对于人还是对于机器而言呢，它都是十分便于阅读和书写的。而且相比起 XML， 它的就是文件更小，而且它就很快的就成为网络上一种十分流行的一种交换的格式。那近几年来呢，就是也是因为JavaScript 已经成为了浏览器上叫做事实上的一个标准语言，所以伴随着那个 JavaScript 的一个风靡啊，那 JSON 的流行也是跟这样的一个现象大有关系了。因为 JSON 本身它也是就是参考 JavaScript 对象的规则定义的，所以它的语法跟 JavaScript 定义对象的语法几乎是完全的相同的。但是呢它随后就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格式，被包括 Python在内的众多的语言来采用。那 JSON 格式的创始人也声称了，他就说这种格式永远都不升级never say never， 对不对？但是 JSON 的格式创始人就说这个格式永远不升级，这就表示了这种格式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那十年前你写的文件，你十年后也基本上也能用，而且没有任何兼容性的问题。好，简短的介绍到这里，那我们就让我们进入到 Spider 的一个工作界面好吗？好，其实我们今天的两个技术要点就是要学习如何来使用 JSON dump 和那个 JSON load。 首先我们来编写一个存储了一组数字的
简短的程序，我们再编写一个将这些数字读取到内存中的程序。那第一个程序我们将使用 json.dump 来存储这些数字，而第二个程序呢，我们将使用 json.load。 那你看这个函数 json.dump、啊、这个很清晰对吧，它接受两个实参，第一个实参是要存储的数据，就是这个 numbers， 而这个 numbers 在这里就是一个数字列表。那第二个实参是用于存储数据的什么文件对象，在这里这个 file，f 下划线 object 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 numbers.json、啊、就是这个 numbers.json。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先导入这个 import json， 导入这个模块，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数字列表，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指定了要将这个数字列表存储到那个文件的名称，这个文件的名称是什么，就是这个、numbers.json 是吧、啊、然后通过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文件扩展名给它就是限定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 json 格式的就是、文件存储的一个数据格式。接下来呢我们再以写入模式 w 模式、啊、打开这个文件，让 json 能够在就是能够将数据写进去。在这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这个 json dump， 它就将这个数字列表存储到文件 numbers.json 里面。那这个程序我来把它运行一下，我先选中它然后再来按一下。那它没有输出，它其实没有任何输出，但是我来了一个魔法，就是在我的文件夹里面这个时候就多了一个文件，而且我们可以打开那个文件来看啊，我来把它打开一下。好，大家看，在我的这个文件夹应该比较熟悉，前面截图也截了好几次了。在这个里面呢就多了一个这个 number， 就刚刚才创建，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不存在这个 number 这个文件的。那刚刚因为又通过我们这个用这个 with open 这个函数这个方式来，虽然说我们是以写入的模式来打开这个文件，但是在我们写入的时候这个文件本身不存在，那 open 函数就会把它直接创建出来，然后把这些数据给写进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程序里面我们写的是23，就这一堆列表嘛，那在 number 这个里面我们就把它打开对吧，它就是2 23 57 11 13，这一个跟这个我们在 spider 里面它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它这里就是一个对吧 ？JSON， 看没有？这是一个 JSON 文件啊，我就把在这里做一个演示。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 JSON 给创建出来了，把这个 JSON 文件给创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编写一个程序，我们就是来怎么说呢？使用这个 JSON.load 来将这个列表呢，把它在从文件里面再读取到我们的内存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就这个代码啊，其实代码也挺简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确保读取的是前面这个文件，那 file name， 那必须要跟它对吧保持一致。然后这次呢，我们就是以读取的方式啊，只需要以读取的方式来打开这个文件，因为我们不需要瞎操作。那在这里我们就使用函数 json.load 啊这个方式来加载存储在 numbers.json 里面的信息，并将它存储到变量 numbers 里面。那最后呢我们就来打印这个列表。那打印出来一看 well yes， 跟我们前面的这一个是一样的。这一个我 numbers 打印的不是直接打印的它哦，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一个我打印的是这个 file object， 是这一个文件对象，好吗？大家把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如何来保存和读取用户生成的数据。其实对于用户生成的数据，我们使用 JSON 来保存它非常的有益，因为如果我们不以这样的方式，不以某种方式来进行对数据的存储的话，那等程序停止运行的时候，那用户的信息会被丢失的，那这个就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金钱，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能承受这样的损失啊，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个这样的案例，如何把这些金钱牢牢的抓紧在自己的手里面啊。那在这里就是说，比如说假设呢，我们用户在首次运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呢，程序会提示用户来输入他的名字，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程序就一下子把它记住了，我们这个大数据就把它抓住了。那我们来试试看存储一个用户的名字，大家看这一段代码啊，其实也不复杂，这里啊也不复杂。在这里呢，我们就提示用户先输入你的名字，然后把他的名字呢，把他的输入呢存储在一个变量里面，然后我们就调用这个 json dump， 在这里就调用这个 json dump， 然后呢把这个用户名传递到这个文件对象里面，然后把它存起来吧，对吧？然后就把这个用户名就存储到文件里面了，然后我们就来打印一个问候的消息嘛，我们来试试看。我就用宝气之港吧，宝气之港。他就说 ，Oh, we will remember you when you come back， 宝气之港，其实就是这一句嘛，是不是？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宝气之港这个名字呢，已经就存在了这一个username 这个点 json 这一个文件当中了。好，我把那个文件调出来看一下哈。大家看，这里就多了一个文件，多了一个 json 文件，它叫 username， 然后我把它点开看，哎，里面就是宝气之港，是不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有效，直接就把这个数据给捕获住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一段代码，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使用这个 json load 来把存储在 username.json 这个文件里面的信息重新又读取到变量 username 里面，其实就回到我们的内存了。那恢复这个用户名之后，我们就可以 welcome back， 欢迎这位用户再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 Welcome back， 宝气之港。这个时候其实你看，我都没有输入宝气之港，宝气之港在这个文件里面的，它是读的文件里面的名字啊。你说的稍微专业一点，叫读的是文件里面的数据啊。好了，现在伟大的时刻到来啊，让我来将这两个程序呢合并到一个程序里面。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呢，我们来尝试从文件 username.json 里面来获取用户名。首先呢，我们要编写一个尝试恢复用户名的 try 代码块，在这里啊 try 代码块。然后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当然在我们这案例里面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如果它不存在，我们就在 except 代码块里面提示用户输入他的用户名，并将它存储在 username.json 里面，以便程序再次运行的时候能够获取它们啊。但其实我们是存在我们就会，它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 else 模块，因为它是成功的嘛，对不对？其实在这一块里面，这里面没有任何新的代码，就是前面的旧代码重新组合在这里，我们就合并成一个新的程序了。那因为这个文件是存在的，所以它就会直接把文件里面的用户名读取到内存里，然后执行这个 else 代码块，也就是打一条欢迎你回来的消息。那用户首次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这个首次运行肯定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就会引发这个 file not found error。 所以呢 Python 就会执行这个里面的程序，就会提示你输入用户名，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一段流程，提示你输入用户名，然后使用 json.dump 把这个用户名存在那个文件里面，然后再打一个问候语句。但其实不管你是执行 except 代码块，还是说执行 else 代码块，其实这个程序它都会运行的非常的流畅，而且都会给到用户就是非常就是叫做很友好的一个问候啊，就是让我们的用户体验感非常的棒，是不是？好，我们来试试看，我就来直接的来把它全部选中，我来运行一下。哎，你看就直接就是 welcome back 宝气之港，就直接就进到 else 模块了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一个
输出的结果。那这个程序其实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就是把将数据存储从 Spider 里面，从 Python 里面存储到文件当中，再从文件里面将数据读取到内存当中，这么一个流程在这一个这么小小的几段代码里面就完成了实现了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内容，小伙伴们你们都 get 到了吗？好啦，甜蜜美好的学习时光即将结束，真的是舍不得说再见呢。那我们还是来小结一下今天的一个要点。那 JSON 是我们今天全新接触的一个概念，它的全称是叫做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那它是一种轻量级的基于文本的可读的格式，这种格式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长时间的稳定性和高兼容性，因此呢是很好的作为存储数据的一种格式的载体。那 json.dump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记忆一下，就这个函数它接受两个实参，第一个实参呢是要存储的数据，第二个实参就是可用于存储数据的文件。那函数 dump 它是将数据存储到文件中，而函数 load 它就是将数据从文件里面读取到我们电脑的内存里面。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学习的内容，小伙伴们你们都 get 到了吗？那是不是感觉自己离那个年薪百万程序员的 offer 又更近了一步了呢？想想真是美滋滋啊，真的是美滋滋啊，年薪百万能不美吗？是不是？那我也希望，我这样的梦，我也每天在想，这也是支持我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啊。那我也希望这样的分享呢，能够帮助社区伙伴们能够更快更轻松的来掌握 Python 这门程序语言，鼓励我们一起多一些坚持，少一些沮丧。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我在这个视频上的花的时间就非常的值得了，我这平凡卑微的人生也因此多增加了一点意义。好了，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留言区里面留言，如果您有任何想对四位妹妹说的话，也请在留言区里面一表您的芳心，您的心情我都会一一带到，并且把他们的口信都再返回给您。当然也请您伸出您发财的手指，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点赞评论转发，谢了您嘞。好了，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转马路上一起走。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怀疑质疑批评建议肯定鼓励，你的个人研究成果代码成果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发表出来，让我们共同进步，持续的向前。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啦，祝各位转马顺利，马上起飞，马上发财，马上挣钱，拜了个拜了。